对，我们有个神秘嘉宾，来猜一下，聊天室猜一下我们的神秘嘉宾是谁哦，观众场哦。哎，你们觉得神秘嘉宾是一楼吗？来，有没有想跟一楼一起玩传说的？来举手。我跟各位讲房号，最后一个房号大家自己猜哦哈。最后一个数字啊，总共有六个数字，197418。啊，干，我直接全部讲完了，靠呗。OK， 没错，今天的特别来宾还是一楼，耶！鼓掌，快点，鼓掌！来吧，来吧，来来 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！ 打野拿克罗斯，知道哪一只能够凯瑞的呢？我想想，我能够自己凯瑞的洛克怎么样？还是要输了就尴尬了，是会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一场会超级认真又超级秀、哦、我们的一楼 baby 他想要玩阿莱斯特，那我们有什么角色可以跟阿莱斯特配合的呢？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真的不想输，哎，真的不想输。好，我们这一局就玩洛克，来吧。我决定用大包侠，为什么会玩洛克？因为他跟我一样大包。来吧，来吧，这一局我们就是要带一楼赢。没错，没错，这一局玩洛克一定是把对面中了，一定。传说对决，我玩洛克是超猛的，是真的。洛克的初装哦，我看一下。全军出击！洛克的这套初装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先开一技能。后期雅雅跟我，我们就赢了。我后期洛克配雅雅直接撞烂，你吃也超快。有看到吗？我们吃野怪速度是超快。这一局我们跟一楼玩，因为一楼他有跟我说过，他很不喜欢输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这局不能输。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再给他赢。我有钱就有安全感，那哥德尔为啥还要带你全套出门？哎呦，这里可以打哦，这里可以打。这一局我超认真，完全不想讲话。我觉得可以蹲这里，银座感觉会走这。你的蹲点是非常完美的。走位。好啦，没事吧？这个蹲点可以蹲到貂蝉吗？魔龙已被击败，大招还在冷却中。哎，免控。哇！啊，我死掉！可惜，超认真的吧？我跟洛克整个感觉又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我直接跟人机一体，我的这个大包侠跟这个大包侠 match。match 真肯定啊，真吗？哎，敢还在怀疑，我都已经展现出我大包侠的实力，他还在问我真的吗？我们先弄一下，我们现在前期虽然说优势啊，但是我们大包侠越后期也是有点无力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能弄赶快弄。来哦，我觉得可以来蹲对面神力女超。
球鞋和铁防线消失，列车出行。刚上路下路就爆掉了。就玩洛克玩起来真的觉得很没有难度，你知道吗？就随便撞撞。玩洛克真的是人机一体的，哎，来抓这个卡芬尼。其实一点都不惊的。迎难而上，哇哦！哎、欸，其实一楼蛮会，好像蛮会玩阿莱斯特的哦。目前看起来还可以，还懂得用一二技能清兵哎。他说他不会玩，其实还蛮有料哦。可是现在对面打得蛮龟的，我想要多杀一点人头，好像没有办法。将军动动嘴，小兵跑断腿。这里不知道蹲不蹲的要貂蝉。对啊，卡拉你都被看到了，你跟我蹲这里，但这里有人啊。卡拉你是在创什么呢？来，推上推上。咱们去找点乐子。哈，阿莱将军动动嘴，小兵跑断腿。只有男人才知道右手是多么重要。嗯，魔龙已被击败，没有机会进。哎，哎呦，哎，阿莱这个不错哎。哎，刚阿莱这个断招断的不错，但是我们的位置不好，而且对面人太多。哎呀，可惜，刚阿莱断那个牛王的，快点给我一个鼓掌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要给一楼鼓励，让他进步。没错，没错。阿莱将军动动嘴，小兵跑断腿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没有雅雅我也可以很强。不是雅雅跟拉尔效益很低耶，我玩洛克冲进去，雅雅直接开，不是比较好吗？在草丛埋伏。哇，这个女超人怎么跑那么快啊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为什么？不是我在说，为什么我刚刚一直打牛魔王？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改个那个、啊、血量值绝对最低，最近单位。各位这一场一楼赢，然后我跟你讲，现在一楼应该没有在看直播，因为他在玩游戏，他就没办法看直播。那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一场我们先在一楼赢，然后我们俩就邀他单挑，跟他讲说，一楼 baby， 那你赢了，你开心吗？这样子。拜托拜托，这个进场切 ！Oh my god！ 来，聊天室六六六，你眼睁睁把我当诱饵。我跟你讲我的告白计划，等一下我们先在一楼赢，然后我就邀进单挑场，然后对他说，对对，啊，别输我。我有钱就有安全感。冲线阵，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呀。这种剑，打不了你就是爱舞动容。
银咒，你很滑是不是？你听说你很会滑银咒。十呀，接切！啊，玩落魄就是要勇猛，不要害怕，无所畏惧。哇，打不死，我靠没！还是死了嘛，还是死了嘛！来，聊天室摔牌，皇帝情圣，各位等下看我表演，我怎么撩你？来，各位看我表演，看你赢了，开心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要说什么？他要说什么？他已经想骂我，他已经想骂我。来，我们先把这句话送出去，看你赢了开心吗？我们先他讲，你开心吗？他就不会骂我们。